姐妹会。现在大家都蠢蠢欲动要出国了，出国呢最重要就是要买，而且你买回来战利品呢，要让大家觉得哇，你好会买哦！你怎么买到这么便宜？对，要让自己好像买的像当地人一样。没错，但是我们常常真的观光客很难，所以当地人今天要告诉我们到底要怎么买。今天所有的新住民朋友们要当做购物台的小老师，对各位看完之后就知道到他们国家要去买什么。欢迎你们。还用聊吗？日本还要你来教？当然，我们很久没去了。日本、啊、，OK， 好，听你怎么说。嗨，同学们你好，我是日本老师润子。哇，老师你好。今天我上课的内容就是观光客到日本必买 Top 5。Okay. 那这个是日本的政府调查过的，各国国家的人来日本的时候爱买的东西。对，这个刀子的话。这是法国人哦，法国人最爱买刀子，对，法国人，因为法国人他们说日本的刀子是世界上第一名最厉害的。那我也觉得他的厉害，就是因为呢只能换手把的木头。那我阿妈50年前买的刀子，到现在还可以使用。50刀的概念。那日本有三大盗物城市，是，那就是这个三个地方，这个纸里帮我拿。好，助教，所以我们变助教对了。好，只要是那边出产的就都是很棒的，对，很棒。然后那个星系，然后星系它刀子很棒之外，它的指甲刀，指甲刀，它是那种钳子式的，然后很好，对，被誉为是指甲刀界 LV。它一支很好剪，就是可以用几十年，可以传承的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一支大概多少钱？这差不多要4-5千块台币吗？但是好剪到不行，你用过就 excuse me 4-5千台币吗？台币4-5千块，我觉得。用过就回不去了。没有，我跟你那算是便宜的，因为我就去了岐阜县的关系出外景，是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哇，那个职人在用那个刀好像很厉害。然后我本来想说，哦，拿买一把回去，然后就稍微问一下家里人说，啊，好，谢谢。一把就是那样子，大概是那样子的料理刀，大概20000多块台币。对，要20000多块台币。可是那个职人说，对啊 ，OK， 他是可以用一辈子，是真的一辈子。请问外面你们是经销商吗？一把2万块刀子可以用50年，会买的举手。没有，我会有，没有，会耶，会当中女生都会。台湾人都根本不会煮菜，你买这个刀。我尿适合卖东西哦，真的哦。第二个就是食品样品，样品这是要干嘛？食品的样品里面吃到吗？这是样品哦，可是那都是假的吗？假的假的，可是看起来真正的食品一样。那我买这干嘛？这是哪一国人买的？这是美国人。美国人啊，美国人。美国人。新疆刚好有美国人左右。美国纽约的近代美术馆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天龙国人吧，最大的日美国近代美术馆里面放日本的食品样品，对对，所以那日本的食品样品已经变成那个艺术品的 level。那第三个啤酒，爱买啤酒的人是韩国人，韩国人，对，很冷吧？对，我们这个交朋友哈，交际需要酒嘛哈，就随便买买，哎，这刚好是日本啤酒这样子，对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韩国卖的啤酒是比较清淡，啤酒里面加烧酒喝，那很容易醉哎。清淡的酒就比较适合混。对，不然就会很那个什么 IPA 什么那个很太烈，对，太烈的话就味道怪怪。所以你也这样喝吗？你也这样喝？当然。对，然后韩国的年轻人现在说这个喝法是已经是欧吉桑的。欧吉桑，所以韩国人老是在挖洞给人家跳，真的。你也这样喝吗？老是挖洞给人家跳。现在来日本买啤酒，因为日本的啤酒为什么比较好喝呢？因为他们的规定麦芽里面的麦芽是58以上，哇，比较香哦。对对 ，OK， 好的。这个肠胃要，这个一定是台湾，这是台湾的朋友们去买日本的时候一定要买的东西。可是呢，在日本有很多种肠胃药。
那我今天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现在在日本人最爱买的调味药是哪一个？所以这个也是一定要笔记的，我去日本。哎，这个我可以翻拍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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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观众朋友可以来翻拍一下。然后这个是很有名的牌子啊，这个我也有喝过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是去日本的时候大家。所以各大药妆店都有嘛，对不对？现在都买得到，有都买得到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现在去日本买药品，他们其实有限额哦，你不能买超多，不然被没收哟。不可以太多了，而且是呢，最好是还是呢多做运动啊，多吃青菜比较好。没错，没错，对对对，总不能靠药过日子嘛。嗯，对，没错的。好，接下来最后这是。每一个国家的人爱买的东西，就是日本的零食。你们的零食好好吃哦，尤其是卖的很好的是 KitKat， 最爱买的是那个抹茶口味的。抹茶口味。然后也有那个限定的地区，到处都有。那现在到现在有出过350种的巧克力口味，太多了吧？而且你们很厉害，就是呢，一看到限定，这个地方不买，到别的地方就买不到了。对。对，所以你到这边就一定要买，所以一定要全部全国都要去看到就要。对对，而且呢，我最近觉得很特别的是路边酒、美酒、柚子酒的也有。哦，美酒的巧克力，对啊。然后怡佩，你也很喜欢去日本买买买。我去日本会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我大推大家一定要买。我去日本会买日本当地产的护垫跟卫生棉。哦，我也会。而且我每一次都会买一整年的分量，然后带回来。嗯，因为我之前是去日本出外景的时候，有一次突然生理期来，然后就来不及，需要比较大片的，就是日本的药妆店买了那个卫生棉，用完了之后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哇，日本的卫生棉那个接触起来是完全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你一整天会觉得啊，我有垫卫生棉吗？就是那种很柔很柔，很像那种衣服的莫代尔棉，然后坐在下面那种感觉，完全很难体验，真的。而且日本的包装都会比较可爱，所以你拿出来的时候比较没那么丢脸，对，或者是不小心掉在地上，你也不会觉得尴尬。对，他们都是很多小可爱的图案。然后我会去日本买一个，最奇怪是因为日本它的那个药妆店都会有，譬如说护垫，它突然会看到有几 cc， 譬如说一 cc、三 cc、五 cc、十 cc， 然后我仔细看一下那个日文才发现。它是针对那个产后会有点微微漏尿的妇女设计的，可是因为它的那个吸收度非常好，所以我就买那个来当平常的护垫可以。然后或者是说你量稍微多一点点的时候用那个，哇，它是咻直接就吸到里面，完全都不会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然后我就会大买特买。优秀。它那价格会比贵很多吗？台湾没有卖，台湾没有卖那种。可是我想说，我是相反的。我回去日本的时候买一堆台湾制的卫生棉买回去，为什么给日本朋友们？为什么台湾的好用呢？你说会凉的那一种吗？对，那个比较最近这几年才有。可是他们都觉得日本的比较好用。我觉得日本比较软，你不觉得吗？它的那个棉的触感比较软。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比较好用呢。哎，我觉得这话差不多是这样，因为观众来的血量已经多雾水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润子，下一段。五样，加一加一。有什么？零食，零食一定要的嘛。零食要买什么？那个鱿鱼片嘛，小老板，辣鱿鱼，辣鱿鱼，随便都可以买。芒果干、虾果干这些的，可不可以推荐一下？辣，最多火味就是在泰国。辣是什么？你很累是不是？辣辣，乐事洋芋片，好乐事，洋芋片，对了，洋芋片。太多口感了，就你们还有小黄瓜口味的，很多很多口味，超多口味。好啦，零食一定要哈，一定的调味料，调味料，调味料要买什么？绿咖喱、红咖喱那些酱。哦，鱼露那些。对，想说啊，去到泰国，我们一定要买本地的。这个哈不用买，不用买，最不用买的就是这个哈。为什么？台湾一堆。到处都有，泰国店，中山北路那边，什么泰国店都有。然后这个乳胶枕头，这个乳胶枕头，因为你们很便宜呀，对
特产的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到便宜的，要买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枕头哦，我们全泰国都在种这个胶啊，橡胶啊，橡胶，对，然后会比较便宜，所以成本也比较低。对，如果说没有空间，也不会很重嘛，就是可以。那躺起来感觉怎么样，老师？超舒服，可以睡到明天晚上。哈，早上不用上班了，今天礼拜五、礼拜六，所以到礼拜天、礼拜一再起来，一定要哈。你就要整第四个酸痛药。老师，你不认得这个字吗？这个怎么念？酸痛药膏。酸痛药膏，以前是不是很多人哇一定要买？要一条，有蓝色，然后推推推，对，然后透明的，对，白色的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很好用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不用那个，哎呦来了，新的，喷一喷哦，哪里酸哪里痛，喷一喷就很好用。这是真的有在用的，你看，哇，用多久了？太美了，真的，你哪里酸？这个味道好阿嬷啊，你知道吗？里面阿嬷房间都会曾经传出过这个阿嬷的味道。阿嬷不要，你以为是香水？对不起哈，那个不是香水哈，那个要这个就是老师薄荷味。老师这次喷完之后再按摩。对，这个阿嬷的味道超好用的。这个因为有很多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草药在里面。所以是这个牌子吗？还是只要这个牌子？这个牌子。对，就是长这样啦哈。对，蛮泰国的味道。是 ，OK。再来的是衣服包包，哎呦，今天穿就是广告一下，这个泰国现在。我们推荐的就是染布啊，对，云染的、很便宜，到泰国应该100块可以。哇，对，水门那里棒度拿那里很便宜，棒度拿。你看它材质吗？材质，哇，超好。材质 OK 啦，不会褪色。啊哈，所以这个还会褪色啊？不是，有时候晕染的会褪色啊。是哦。对，这个颜色不就已经褪了吗？没有，这个不会褪色哦，不会染到其他的，因为我们会用那个植物，泰国的植物，现在的植物染，对，植物染布，这个很可爱。我那家100多块，算很便宜哎。还有哦，包，大象包。大象包。这个最。主要你以后不要说话，你就学动物好了。再一次，不想忙，请再来一次。再一次，好香啊！从泰国带来的大象来了，一路牵过来，对，一路先来的。这罐什么？这罐这罐是最新的，很夯的。毒蛇面膜啊，毒蛇面膜啊，听过吗？听过吗？用的会中毒吗？毒蛇面膜当然不会中毒啊，蛇毒吧？会中毒啊，会爱上蛇毒还是毒蛇？毒蛇，蛇毒。它这个里面没有加蛇毒，它是因为它的那个效果就像是那个蛇毒，然后让你瞬间紧致，就跟那个生态一样，变得很厉害，所以他就觉得叫。就是这样，我等你讲这一句话。对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你抽到的只有是泰国是对，其他都不是对的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越南，超期待越南的。好，在座的各位，有人去过越南吗？有，蛮多的。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，然后大家都各个网站都推荐的前五名，大家外国人到越南一定要买的东西。第一个是咖啡，是那个味道就是好像他们是用怎么烘焙的烘焙方式不太一样，所以它出来的那个香味好像是奶香味，对，或者是外国人很爱买的麝香猫咖啡，在越南也是很便宜，没错，对。然后腰果一定要买，腰果很好吃，我上一次回越南有带过来，带壳的，对，哇，这么特别，就是有看吗？可以，你可以打开来吃哦。而且他的带壳，它那个壳有点像很香的味道。带来给大家吃。我上次竟然没买这个哎！我那时候在越南，我一天可以喝掉半包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好吃，腰果真的超好吃的，热量还蛮高。对，这个热量很高，热量高。腰果对女生很好啊，而且这个对腰果不要，这个对脑很好。不要吃太多，那你要多吃哎。我去工厂吃一半还是没用啊。哎，很好，超香的。而且现在在越南还有出各种口味的腰果，有巧克力腰果，然后瓦萨比口味的各种
对，那这个如果你们觉得好好吃、哦、直接吃太腻的话，可以早上跟那个打果汁，对，就是加一些香蕉啊、牛奶，然后要我一起打。好，来第三个是竹编包包，一定要买东南亚风的，对，哎，不是泰国的吗？越南也有，这个是手工编织的，在越南。这个我有买，而且超便宜，很便宜，对，一两百，做工超好的，几百块就有了，几百块就有的，200到500就可以买得到。然后我需要斗笠，大家一定也要买，对，因为这个我每次搭飞机的时候看到一堆欧美人就带了好多个，这个好漂亮哦。对，它这个是用莲花的叶子，然后粘上去，很适合装潢。布置家里漂亮，对，像现在我们家有一个灯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很做了动力的照，像灯罩，酷哦，就很漂亮。最后的是这个，这个我不知道。魔漆画，魔漆画是什么？如果大家在河内的老街逛的话，会看到很多店家都有卖这个，或者是一些美术馆也会有这个魔漆画。嗯，对对对。对，那我到越南的时候，我最卖的东西都是这个，然后我送给我爸爸。因为他觉得真的是很，第一很便宜，第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这个真的是过这个村没有这个店的一个东西啊。就如果你在这里不买的话，别的地方找不到。对，他听说他们做这个要很久，要就是花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对工法很长，真的对，很漂亮。但这样的话，一副大概多少钱啊？要看呢，就是这个其实也不便宜，对。但是如果在越南买，真的很便宜，比对可能在台湾要好几万块，可是在越南你就是几千块就可以买到。重点是你在离开越南就买不到了，对，用更贵的价钱，一定要去越南，一定要买东西。没错，好的，谢谢。韩国这也是一样，就是我调查一下哈，到底是外国朋友们就喜欢哪一些呢哈？第一个就是各位猜得到的化妆，黄大买狂买一桶面膜，对，就从贵到便宜都有，然后再来面膜也是很多。很多功能不一样的，人生面膜，而且常常女明星都会用一些在韩剧里面，想说哇塞，我也想跟她用一样的，对，好像用完就会变她了，对，真的没有。对，第二个是那个人参补品，小思，嘿，你是不是也喜欢韩国人参？对，哦，这啊，难怪这漂亮，你看超好的，哇，然后去那边买很便宜，对不对？人参，对，人参，对，如果说进口，到台湾买是不是一根超贵？几根？他们是算卖凉几年生的，用凉的去算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那边应该是用斤吗？斤，对，用我们就称重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上次我朋友去，然后他就拍一大堆市场的人参，对，然后很便宜，1000块，然后就可以买一大包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们就决定买回来了，就是他帮忙买回来，然后我的用做什么？哇，太会了，人参酒啊！对，但是我们还有可以炖。好几锅鸡汤哦，所以你煮鸡汤的时候会加一点那个人参酒，不是加一点，加很多，好像人参很便宜的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抓一把，然后洗一洗，然后煮鸡汤，连续吃了3天，好，算了，不用再吃人参了，这个风味特别好，因为太便宜了，去到那边一堆都是，对 ，OK， 那衣服也是。也是那个大概16%的人买那个服装，那再来那个保健食品哈，也是某一些成分跟从人参来，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跟那个水果啦或者大自然成分哈，也是一个健康补品，也蛮多人买。再来是那个一般的纪念品，就是刷卡，用刷卡方式买。那其他那统计也是多的，那其中我找到的是。饭锅，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韩国饭锅？我就推荐这个。是吗？不是买日本的吗？韩国买日本的，那是20年前，比较红吧？20年前比较红吧？哦，你不会煮菜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资讯很消息很灵通啊，真的啊，当日本的电锅是大家最熟悉的。完了，你按照他开关了。韩国的嘞，你刚刚前面讲泰国跟日本的讲啊，对啊，是啊，你讲韩国讲都讲变的。走的时候，常常看到韩国人，一早就在生气。对啊，你按到开关了。完蛋，你点到他开关，电锅就好了。现场电锅，你电锅哪里比日本厉害？电锅怎么了？电锅各位应该煮过菜哈，很专家嘛，对，煮过菜的人都很懂那个饭锅的那个多么厉害。它有16种口味，你知道吗？
同一个米哦，电锅可以煮出16种口味的米。然后你软度跟湿度，然后再来是硬度，这个都会调整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有现在，那我想问，你现在在台湾家里的电锅是什么牌子的？我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大同哦，大同，大同，没关系，没记住。那你应该煮那个韩国米给我们试试看啊。那个饭锅的缺点就是那个电压不对，韩国是200万，台湾是110嘛，对。然后这个饭锅很有趣的是，最多最大的是10人份可以做。如果那个家人朋友来的时候，哎，怎么办？而且呢，临时来的时候呢，时间不够，那怎么办的时候呢？啊，13分钟可以完成，快速。所以那个熬煮汤或者加热的时候呢，顺便煮饭，哎、欸、，OK， 十三分钟。日本也有筷子的，哪里有？很快啊。那日本可以煮出16种口味的米的吗？可是那这样子16种，你吃得出来吗？对啦，你问到重点了，你会用口味的米，你是吃得出来哦。嘿、欸。没有16种一起比较过，但是对哈，这好好吃。我问了厂商，没有，可能是家里有老人的，这锅是要老人的，可能要软一点。Oh, okay. 小朋友的口味有啦，但是他们煮饭都会说话，就是煮好了会提醒你，就是啊，对对，会讲话。去参加玩有点思密达，就是一个玩起来了，对，或者是剩5分钟之类的，对，之类的，他会有广告。好吧，唯一取胜就这一个。好厉害。Okay. 那另外一个产品除了这个之外，饭锅之外，我要推荐这刚刚那个越南有讲咖啡，那其实韩国的3合1咖啡也是很好喝，哎、我会买。哎，我就一年比一年就多增加一块、我就吓一跳，天啊，这个哈、这个就是我来台湾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，那现在呢种类变多，你看哇，然后这个 ice 这个呢夏天用的，所以。直接用冰水，冰水有办法溶，可以有办法溶解，一样，马上就很快速就融化，所以不用加冰。哇，这厉害，这厉害，可以。然后而且的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调整砂糖的量。哦，可以怎么调、啊？不是一条吗？对。那前面打开，然后呢倒的时候呢，就另外一边用手握住抓住一下呢，就是砂糖在后面。哦。所以你要全放的话呢，就全躺那个全放就手放全放开。那我五分甜的话就是转一半。对对对，好贴心哦，对，自己调甜度，对，好的 ，OK， 不错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意大利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下旅客去意大利同程度会买哪些。那当然第一名是打折多，应该已经有买过的吧？一定要。意大利的名牌，那意大利的名牌有哪些呢 ？Prada。Prada, Timberland, 所以Armani, Prada, Armani, Gucci, Gucci, Versace 都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名牌，所以在那边买便宜很多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很多台湾朋友会问我，那在意大利买这些名牌会比较便宜吗？我说。还是很贵，对啦，对，还是很贵，但是比台湾便宜，比台湾便宜，但是还是很贵耶。如果你去一般的店的话，其实你没有再省什么钱呢，是吗？但是意大利有一些地方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，但是英文叫 outlet。Outlet， 对，然后你可以去 outlet 的话，那边可以免税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真的可以省很多钱。对，特别是东方的旅客，他们都会在机场会有一些退税，会有一些巴士或者是带他们去过去买一个一日票。对对对，就是到。你有去过？有啊，我在那边我就去了。我觉得他们在意大利应该是任何的地方，其实你只要超过100多少欧，120还是150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退税，外国人就可以申请退税，但这是没退到，因为我逃到冰岛。才发现那边不是欧盟啦，冰岛，你要退税，你只能在欧盟退税，对啊，这样你少差了多少？3%，3%，哇，超太多 ，OK， 好，所以可以买名牌精品，对，所以可以买名牌。然后如果很多人会去威尼斯，那去威尼斯的话，一定要买那个面具，很有面具，没错没错，对。然后其他的都是因为意大利很多很有名的景点，比方说这个。披萨这边哦，披萨斜塔，对对对，所以它的意大利文是 Torre di Pisa。Torre di Pisa， 所以是披萨的意思。那这个是披萨，披萨。然后好吃的那个，然后好吃的那个是披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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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近，快点，披萨，老板挖一个披萨，老板去打我。对，所以给我一个披萨。所以你有去过意大利？我当然去过，我应该有拍那个照片吗？你有做那个？
我有拍推，但是我不喜欢拍跟人家做一样的事情，我都是、哦、我是拍的这种啊。威尼斯一样，我也是拍那种，就是阳台那种，然后加上大教堂拍那个很多歌词这样放起来，我就不拍跟大家一样。对，好，对啊，所以这种很有名的，像罗马，对对对，罗马竞技场，对，特别是小朋友他们会买一些，就是小小的那种版本，对，带回家这样子，所以有模型。对对对，或是磁体也会做得像那个他们那个建筑物一样。嗯，对对对，可以买小小的回家。好，对，然后最后还有其他两个，像是幸运号角啊，它是南部的。幸运号角是什么、啊？它是像这样子。哦，这种它是会带好运，这是好像辣椒，它可以吹。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对。哦、所以它是一个乐器吗？它是个吹出声音，对，然后你可以放你车子上面呢、啊。幸运物吗？你可以带身上啊，然后比较不可能会背头东西啊。哦，所以是南部才不能保证啊，预守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所以我们带这个小偷就不会来偷了。可能比较，就小偷带一个是更大的，看他们长得多厉害吧。小偷你带一个是因为不怕被抓，对对对，不要被抓。然后再来是盘子，盘子，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吃饭了，然后吃意大利面的那个盘子比较不太一样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盘子，然后。其实我想说，很多旅客不会买的东西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值得买的东西，我再来补充一些，比方说橄榄油，橄榄油，对，然后东方国家通常橄榄油是做菜用的，对吧？做菜用的，主要的是做菜，但是意大利、西朗、西班牙这些国家的橄榄油其实是蛮好吃的，吃的用跟面包。面包啊，弄在面包上，它是烤面包，然后上面橄榄油，哦，对对对，可以夹一点蒜头，那种那个酸酸黑色的那个，对，那个蛮好的，就是我们的橄榄油，其实也可以煮菜，但是也可以这样子。就是这样直接吃，或是沙拉，沙拉也可以，对。然后再来一个很有名的是这个。Parmigiano， 这个意大利文叫 Parmigiano， 它其实它的用法跟盐很像，盐，它是放很久的 cheese， 嗯哼，对，它最好吃的大概要放两年哦。对，算很对一个 cheese 来说算很久吧。对，他们这个是到有在烤金红酒的那个。放一年的一公斤大概要十欧，对，十欧，对，然后三百多，这个是放一年的，放一年的我觉得还好，你至少要买放两年的才会有那个，那两年的要多少钱？两年16，大概16左右，所以下面一定要吃这个 cheese， 对，一定要吃这个 cheese， 这个好赞，谢谢凯恩，谢谢，来，接下来是美国，买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左右老师，你们好。好，应该说老师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大家都知道那个美国的鞋子还有衣服都好看，所以这个都不要价，是便宜，对，很便宜，对，还要好看，对。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很多那个亚洲的朋友都跟我说，他们都会卖电子用品，这个真的很便宜。但是我们美国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。哈？对，因为我有很多美国的朋友，他们都说左右，你去亚洲那么久啊，你可以帮我买东西，然后寄回来啊。对，你们观念应该觉得亚洲电子产品才厉害，对不对？对，很便宜。然后我买了一个电脑啊，然后我的朋友说，哎呀，我这边有很多主意呢。我说，对啊，因为我在台湾，我一定要买一个电脑，很便宜。那在美国电子产品要买什么电子产品？水果牌子之类啊什么的。但是去那个便不便宜我不知道，你们自己可以继续看一下。手机差很多，你手机一定要在美国买，那个真的差很多。价格大概会差到几千块吧？我说几千块，我记得最新的那一只要差到8-9千，对，差不多1万块。当然他们每一周的税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而且在美国买那个电子产品，我觉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使用说明书都是用英文版，它可以调成你的那个鼓励的。所以你现在没有使用说明书了，其实。都不必看嘛，你买一张上面，一张上 YouTube 看就有。就有，不用，现在没有说明书。现在没有了吗？现在哪有人看要手机？叔叔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打开系统的话，你也可以换语言。真的？好，那个下一个就是那个新卡壳的杯子。这个要啊，一大一大台。要去他的第一家店的时候，在西雅图，一定要买到爆。如果你咬一个东西是特别代表你去这个城市的话，是，你可以买类似这样子啊。是，这个上面写的是 I'm not yelling, I'm from Seattle, I just talk like that。可是这件不好看啊。还好。你不会买？你不会买？
我你要仔细一点啊，因为好看的是你的脸，不是这个衣服啊。不是不是，可是你这个拿出来之后，我还是想买。对呀、啊。因为各位，你想买衣服的请举手。想买杯子的请举手。杯子，面子，我讲的面都在，这边都是小，那边的小话，给点面子啊。因为这个衣服，怕穿出去，人家才知道我有买。我这杯子，我只要放在那个餐桌上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就不一样、啊。也不可能每天就穿着那件衣服、啊。那你就买多一件啊，因为不就是一件吗、啊？还有一个卫生棉条，卫生棉条，卫生棉条真的好用，真的美国的卫生棉条。可是我觉得日本的比较好用哎、欸，没有，还有外面还有胶的那套子，对，还有啊，他们有的那卫生棉条是硬的。所以你是很好放进去里面、嗯，然后你再这样挤进去，然后这样就很轻松。我是用过最好用的美国的。我不会用哎、欸，卫生棉条如果是软的，当然不好用、啊。软的就是基本上亚洲都是出软的啊，很多亚洲都出的是那种一个纸这样包着的。对，其实我一听到这个，我觉得就是有点那个奇怪，因为我朋友跟我那样说，我就说那个哎、欸、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吗？然后他说那个台湾当然也有，但是那个价格也是很不一样。例如说呢。在台湾啊，你卖那个16条两盒是200块，或者是那个16条四盒350块。嗯，哦。但美国呢，一样的品牌哦，40条一盒200。哇，25。量都是很大的，对，分量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，对对对。好的，棒。接下来化妆品，最后化妆品啊。在亚洲不可能买到像欧美一样的化妆品，对，他们没有这些牌子什么不一样，是是品牌特别多吗？还是就台湾很大的药妆店啊，什么 S 开头，对 S 开头，然后他们的所有的那些眼影啊，还有所有的那些粉底液啊，都是亚洲人不会有的，就是亚洲不可能有的牌子。然后那个颜色啊，就是你要晒黑一点的女生，基本上在台湾是很难买到粉底液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到那边，他们从最浅色的很多黑色的大概20几排，就20几个。像我们亚洲都买回调，每个白色就六个颜色，最多到六个，对对对，最多到六，他们都还偏白。然后眼影也是因为亚洲人不太敢画那种比较跳色的，可是欧美的他的什么眼影都是超大盘，然后超美超精致，所以我每次去美国的时候，他们都以为我要跳机。其实他们会这么出这么多色阶，是因为他们有个历史，是以前有个开架式品牌很大的那一家，他们被告，因为他们出的粉底液没有深色皮肤人可以用的粉底液，然后他们就告那个公司说你们歧视，所以现在每个品牌都出了超细的，就是很怕没有照顾到每一个人，然后还有 contour 啊，什么颜色通通都有。那我想问，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吃东西，这有可不可以对给我们一个吃的推荐？你刚才说的很好，其实除了牛肉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肉也可以擀，比如说我们牛肉干都是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牛肉干，这种没有牛肉干的感觉。哦，沙黑哦，沙黑，所以这个是牛肉干，很正常啊。但是我们也有，比如说牦牛肝，牦牛肝肉很好吃，我跟你说，嫩嫩的，嫩嫩的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牦牛肝，还有呢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是兔肉干、鳄鱼肝、鳄鱼肝，我想吃看看的耶，很好吃。鳄鱼肉，它是什么感觉啊？就是还是其实很嫩。很嫩，非常嫩嫩的。鸡肉还是猪肉还是牛肉，對對對，跟上那个鸡肉，鸡肉，而且比鸡肉还更油更肥一点。哦，油脂比较多。对对 对, 對，其实我妈妈的老家 Louisiana 州，他们也是做，比如说你们知道那个吉米花吧？在那边他们可以用鳄鱼肉做那个吉米花，超好吃啊！我跟你说，鳄鱼肉吉米花，感觉很棒，真的真的。这就是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随随便便可以。可是那个不能带进来吧？不行不行，那个猪肉是不能进来啊，那个肉都不行，只要是肉品都不行，肉品都不行。那你在飞机上有一个小吃啊？那一般是美国你也很懂买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每次寒暑假带我女儿回去嘛，那我觉得大家都比较熟悉是 Outlet，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近年发现 Outlet 已经没有那么便宜了，就被大家炒作起来。所以我要推荐大家几个比 Outlet 更便宜的地方，就是百货。公
司他自己本身的唱货中心。然后时间点呢，你们会以为是 Christmas 到感恩节到 Christmas， 但是不是，是 Christmas 之后，就是他连Christmas 打折季都卖不掉的东西，然后再直接下杀到一折到两折，就是他想要直接换季，所以就直接全部清仓。所以一月有一个叫 Winter Sale， 那真的是便宜到爆炸。然后我就因为我有很多那个闺蜜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们有要买凉鞋吗？然后我只是 PO 给刚刚他们，就说多少钱。然后因为这个专柜大概7000-8000，然后那时候1000多，就是2000有找。哇！然后他们就突然就全部加一，因为姐妹讲话想说好，那我可以带就带，所以我最后买了一个箱子，装了30多双。哇！然后他们回去说真的超好穿，我已经穿了5-6年了，都没有坏掉。对，30多双。对，然后呢 ，TJ Maxx 它就是也是很多那种过季的品牌，它都会在那边下杀到，就是可能比一折还要低。像这个就是 Hunter 的这种羽绒背心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是想说很冷又可以加在里面，我想说那蛮实穿的，就一看价钱不得了了，不买不行啊。最近台湾，如果是台湾要多少钱？也是要好几千哦，也是要4000-5000。我那时候买好像才300-400哎。哇！3-400台币，对啊，很夸张。10块美金，我跟你说，10块美金，你真的会买？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我听到一个不是美国本地的人提到那个 TJ Maxx。美国好好买哦，我发现美国好好买哦。真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左右。买汽车，买我很 OK 啊，买汽车吗？没有，太难带回来了。买汽车，我是觉得我这五个东西呢，不一定是必买的，是不错的，但观光客会买啦。对，观光客会买。是。然后第一个应该很多人就听说这个超有买，这个 Remova 行李箱，德国人其实不买这个牌子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就是我们就是觉得，如果我们卖一个行李箱，然后花了20000-30000，心情不会特别好啊。好。OK。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笑是白灵油，我很好用哎，像我刚刚可以外面涂也可以拿来换用哎。我刚刚本来想讲话是 China Oil， 所以他们觉得是从中国来的。对，我们德国，我们从小我们就觉得 China Oil。白灵油是你们那边来的，然后你们呢？你们就是觉得去德国买，德国买很好啊。我们你们德国人的白灵油很棒，我们没有，所以那边进口商是特别进口给我们买的。对，谢谢。可是，在那边买是真的比较便宜，有便宜，有啦，有是比较便宜，但当地人不会买。对，发泡地，发泡地很便宜吗？发泡地一定要买了吧？啊，不用买吗？发泡地这种，德国就是可有可没有的这种，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好，然后第四个呢，巧克力，我真的热心的条件，推荐你们去德国，一定要买我们的巧克力。不是应该要买瑞士或是法国的比利时？算了啦，比利时德国，你德国有什么巧克力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有什么，多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啦。很多哦，你看，特别是那种复活节。或者是圣诞节，健达是你们的？开玩笑 ，Twix 应该是美国的吧？对，但是我们有特别的味道啊，那种圣诞节的味道，就是跟 Kit Kat 一样的概念。对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德国，而且我们那个巧克力很便宜啊，不管是布丁啊、巧克力软糖啊，是，我是觉得你想要一个很棒的又很便宜的伴手礼，要么你去圣诞节的时候又很可爱，那你去我们的 supermarket 超市，随便都买得到。很多种类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锅子出去，这我觉得最好，什么锅子啊、最好玩。有两个人的，因为要么你放在行李箱，那其他的东西你就不能放了；要么你就是在这边扛着，扛的，对，用扛的。那你我要扛多久啊？我是坐飞机13个小时，对。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锅子不错。但不一定要那么辛苦。对啊，现在几点就可以送这个锅子？对，真的，不用寄过来的，真的卖光啊，不用那么辛苦。那你是不是有推荐我们到德国要买什么？对，我还有一个很推荐的东西，这个要买，对，百丽亚，这个牌子，当然可能不是最好的牌子，但是它以它的这个价钱来说，它很好用。这个多少钱？
你那时候卖多少？30块，三十块不到，30块不到。因为这个一次都是买一整排，对，他们都挂在那边，然后我直接扫哎，保养品，对啊，他们拿来干嘛？便宜啊，这个是吃什么的？没有，它是涂的保养品。我刚刚是以为是吃的，但是其实是油，你可以涂在你脸上。精油吗？精华液那种的吗？对，类似精华液那种。然后还有，如果你们去德国旅游，你们一定要去 DM， 很棒的就是我们牌子很多哦，好买哦。DM 真的很好买，而且有小孩之后我真的很有感，我就是去扫了一堆小孩的副食品哦，他们出一条一条的那种就是香蕉苹果的糖果，就是小朋友可以吃软的，打开就直接吃完就丢了，他就可以直接一根的，然后他们可以吃，我这次带回来要给我朋友，他说啊这个在台湾哪里买，我说我这个是从德国买的，很适合当伴手礼，也很适合自己食用啊，好的，好，最后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想不到，是我们德国的茶。茶也很爱喝茶，茶不是应该买英国的吗？英国下午茶吧。我们德国的特色就是我们会把茶分成很多不同，譬如说你胃痛，或是你头痛，或是你很难。你很难睡不着，然后买的很便宜，一般的超市就可以买得到。所以德国真的很适合你去超市，或是你去 DM。这是跟你们的 Watsons 差不多的这样子的店，你就买很多很可爱的、很便宜的伴手礼啊，很适合。哦，所以去德国 DM 就可以活一辈子，什么都有。我朋友每天都跑去 DM， 每天逛，太好逛，每天逛。然后一佩要帮我们介绍欧洲。应该是说，如果是德国，我是上一次去德国的时候是刚好是快要 Christmas 的时候，可能11月，然后一直到 Christmas 那一段期间，我超级推荐大家去德国，因为它会很有过。德国人很会过圣诞节，会很有圣诞节氛围，然后因为天气很冷，然后你走在路边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买来试试看，就是热红酒。热红酒，对，他们的路边卖的那个热红酒都很好喝，而且我以前本来对肉桂味有点害怕，可是在德国就是那个氛围，然后拿个热红酒旁边再买一个德国香肠一起来吃，就觉得是 perfect 完美，而且是还有德国有一个小城镇，他们一年365天都在过圣诞节。在罗滕堡那个地方，你可以买到有几家店，他们是一年365天里面卖的东西，通通都是圣诞节的。好可爱。然后他们会有很多圣诞市集，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，所以不用等到圣诞节去，随时去都圣诞节。去那里买那种，好可爱哦。真的很可爱，而且它的那个下巴这里都还可以动，可以打开，真的可以动，真的全部都是用木头做的，好像胡桃钳那个可以把它咬的。对对对，它的整家店都在卖这种，然后我就整个逛到崩溃，就完全出不来，这真的超级可爱。然后还有一桌都好可爱。还有像这种的，哇，蜡烛其实好可爱哦，蜡烛，这是蜡烛，这是蜡烛，哇，这怎么舍得点啊？漂亮，打开使用啊，大家一定要在 Christmas 的这一段期间，很便宜。然后还有，就是去圣诞市集的时候，然后还有在路边鞋子的杯子。你知道这个是如果有热红酒，它有这个，譬如说陶瓷做的，你跟它买完，然后你喝完之后，这个杯子就是你的。哇，这个杯子我妈妈也有。对。你就是在路边，你有看到有一些热红酒是用纸杯装的，然后有一些就是用这种陶瓷杯，你就可以跟他说你要这种陶瓷杯，然后你喝完之后那个就是杯子就你的了，杯子就做纪念。哇塞，好买，大推大推，所以我好想出国。今天看完这一集，大家就是努力上班，认真赚钱，继续把它花光吧。好笔记，这一集要出国前再拿出来看一次。真的，接下来分享，谢谢。谢谢，咱们听众姐妹们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、分享出去哦，谢谢你。